那也就是说，其实就 LNG 如果抽 DK 四，就是先抽出来的四，但抽另外两只都是对面选边，因为对面的是一号池跟二号池。对。来吧，那这样的话得让林记先出来啊！哇，还行，他好像抽真菊。也对，对，就是那这样，下面就是然后让 LNG 后抽出 DK， 这样就最好。嗯，这对我们是最好的剧本。对 对, 对，就是 LNG 三号位出。对，真菊真菊真菊，来吧，真菊，来吧，来吧。我不建议再看一次下决。Genji HLE Genji is a valid draw。 那这样的话李宁记就要三号位置，对，然后这手出最好，但是这个结果已经可以了，后抽出来就是没选边。对，来吧 LNG， 来吧李宁记三楼，来吧李宁记三楼出啊，可惜，稍微可惜，没关系，这个钱已经可以了，够了无敌了，够了，已经是最好的了。Go ahead and draw that. 确实也不能要太多，就是 DK 选边，这样已经就是等于说要去想好要不要放永文。嗯，我们认真说就是想，就是要去想要不要打永文。LNG，但是 Scout 永文也是厉害的，对，就是 also valid draw, 但我们拿不到，对不对？这问题是 Scout 好像不走，哎 ，Scout 的玩小火龙吗？好像没怎么看，没怎么看。混乱的一号池哦，一池 ，CES， 来了 ，Weibo Gaming， Fnatic， FlyQuest， C1， and PSG。Malu, you can go ahead and draw the first team. 来了第一张签。BLG 了，一开始就出来了，一开始都是爆的。怎么说 ？Can draw the next team. 抽谁我们都右边选边。嗯，因为我们是一号池的 BLG 出来的。我操！直接送你回家吧！我的天，真的！T1 versus BLG， 这个是哪天打？明天打吧。Go ahead and draw. 六号，明天先打二杠零。哦，明天打二杠零，后天打一杠一，然后最后一天打就是零杠二，就要那天是回家的。PSG， 那来一个 LPL 吧，来个微博界，打把福利绝。Let's see who their opponents are. 你说打把福利绝是谁呢？还有两只 LP 哦。哇，福利不两个福利，两个福利去跑一起，这是对他们，这是对这两个队最爽的。对，这是对他们互相最爽的。Matchup, 但是就等于说有两个队少了两把福利局啊。是的，对啊。就现在福利只剩 GA 了。这两个队运气真好，我操。对。滔博就是不要抽 WBG， 对，不要抽 WBG， 来把福利局，来吧，说福利局给微博还是给滔博，都行啊，别内战行啊，我既然没了，来个 G2 吧，反拿铁，哇，福利局给滔博了，很舒服啊。哦，没有区域，对的，福利局是 Fnatic 的，对，居然是下面说有没有这个剧本 ？BLG 先把 T1 干下去，然后微博记再去下面找 T1， 再把 T1 干下去。WBG 怎么说 ？Weibo Gaming， 来个顶级剧本，就无限往下干，就总有一个队把 T1 干，非得把它干下去啊。那 G2 是优先选边哦，因为 G2 是一池，打我们的三池，所以 G2 优先选边。就等于说这个顺序就没问对。我觉得不好说，这把不好说，这把有点焦灼。Finally for our zero， 我明天其实这边都就是 Team Liquid， 后天的都很焦灼，就感觉是 Topo 那把福利局，嗯，对吧？因为第二把是双福利局对打，你也不知道谁赢啊。Fly 跟 PSG 都不知道谁赢，福利局对打是不知道谁赢的。对，是的，零杠二没我们事了呀，零杠二没我们的事了。Tangami 关系一下巴西大兄弟吧，他们的生死局的对手是谁？因为这就是输了就回家哦 ，BO3 输了就回家了。啊，看一下，谁呢？李逵，李逵福利局。哈哈哈哈哈哈！这是美中内战 versus Pain， 但是
You can go ahead. A 块的进零杠二之后，感觉打谁都是福利局啊。零杠二不可能有打 Jian， 我觉得 Jian 有机会干是吗？我感觉 Jian 有机会。That line. 那你可以打 Jian， 就 Jian， 我觉得打两只都有机会，比绝对比 Pangamin 有机会、啊。Go ahead.、嗯、因为你让我排十六只，一定是 Pangamin， 我觉得是最后那一只啊。Gam Esports. 不行，没打越战，要不然就北美打 Jian 的越战。That means that our matchups are set for round 3 of the World 2024 Swiss Stage. Round 3 will be played over the next 3 days. Two teams will advance to the knockout stage and two teams will say goodbye to World 2024. And remember, league officials will confirm the order of the matches tonight. Be sure to follow us on lollysports.com to see the schedule as it is locked in. Thank you so much and goodbye. 明天战已经很让我们很舒服了。嗯、看着也爽、嗯，主要是把对面两个二杠零的抽内战，这个是好的呀。对，对，是的，可以。没内战就一定 OK， 他们就先消耗，他们自己对内消耗一下。